车窗可能有点脏。左边是个青旅，青旅的话是那个三十个床位，床位的话80块钱一个。嗯，特别是在修酒店嘛。啊，这个是三兄弟，三兄弟自己的房子。哦，感觉好豪华呀。是。梯田，全酷。美术馆的效果图，哦，这个是已经建好的菲拉达，菲拉达我们在这里，哦，你们的菲拉达是在岩壁上，对对，在岩壁上，哦，就如果说下午的话是可以有时间的可以上的，这个要花一个半小时。我们这个水库，我们刚刚走到这个村，走到这个村，然后我们走到这里，然后说现在在这里，我们先这里，这一段是2.5公里，往上还有2公里，我们做了很多，所以说其实。这个地方以后是一个，就是相当于也是一个活动中心类似。这个瀑布温泉酒店就是刚刚那个湖对，就瀑布对面。哦。就这块我们想做一些改造嘛。哦。就这一些效果图，做一些改造。站在这个石头上是干什么的吗？这里就是看夕阳的地方，那边的水库还有夕阳超级美，可以再给你摇过去了。